这是一个各自走过不同的道路，最终仍会走在一起的故事。小编就问一句，两人真的不考虑在一起吗？在一起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然后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。姚文杰，姚文杰，太酷了，会记录29秒01。前面一点，这里吧。对，这里。要有一个，他们两个要营造这包什么感觉？你看，超莫名，练习掉一半。这是我们红队其实第一对 CP 啦。对啊。第二对就是毛俊跟蒋勋。你们要这样有点距离感，没关系哈。自以为拍偶像剧。小编这就附上一个唯美偶像剧版本。开始喽！我被红气了。对，就在问食物，可以。BLG 有了。我们进来全明星，我们大家都瘦了吧？但我觉得宇宙胖了，我体重好像一样。宇宙，你是不是重了？真的你没有，因为你在我心里的分量重。哦，然后人家说我们红队的男生都比较跟宇宙玩在一起，因为宇宙也是个男生啊。宇宙其实是男生。确实，因为我跟宇宙可能比较熟了，所以我就比较常跟他互动。其实今天有一个被剪掉，宇宙在踢球的那一瞬间，准备踢球的时候，我上去跟他偷讲悄悄话，但没有剪出来。现在就要说。宇宙，你进了我就请你一个。屁，自己家。我好像有听到哎、欸。还是我耳包。难怪你进球那么爽。Yes， 王子。哈哈我一进球的时候，搂了多紧。那时候一进球的时候，我们老实说，为什么抱着？因为我们以为哎，平手要进黄金进球制。我说，宇宙你很棒，你真的很棒，你真的很棒。然后哎。换蓝队击球啊！对，还有一球。